见。有烤鸡，有烤鸡，然后你们能烤鸡？番茄肉酱，哎，那个什么，肉丸，番茄肉丸意大利，番茄肉丸意大利，我知道，你看起来很外行，我知道好不好？我知道好不好？要害怕不是我，就倒掉了。好扯哦！你做的什么啊？我说他做什么？刘轩，我知道他会做。我做很多事，是好不好？是，我做很多吃的东西，怎么样？不敢吃了是不是？各位，他一定是热恋中。而且我晚点还要去约会，所以麻烦大家快一点，可以吗？他最近真的很不对劲，各位。你才不对劲呢、欸！这个牌准备要关了，哎、欸，以后可能就看不到了。连续两次约 Apex， 缺席的都是你、啊。我昨天晚上没有约你。你都他妈的，昨天姐约我12点还是一点？好像是2点。你以前都可以。然后在那边哦，他有问你是不是？然后在那边简一为什么那么晚？那有问题的难不成不是你吗？不是，怎么可能是我？怎么怎么不会是你？你知道吗？现在是年末，年末很多尾牙、哦，但是你不要这么说。我今天有个礼物要送你，来、哦，你等我一下，我拿一下。欸完全没有准备，我们这个有交换礼物环节。我们有啊，没有啊，没有交换礼物。各位，我必须说，很小的东西就可以看出这个人有没有心意。我这个是用心意跟运气换来的，来，你打开。你很惊喜。我是把它放在心中的，他把我放在云外。对啊。我打不开。哎呀，我帮他打开，我他妈是工具人。他最近 cos 这个，我就觉得哎、欸，这个刚好蛮适合送给他的，好可爱哦、喔！啊，生日快乐，加油加油！我在那边准备一下，快好了，准备一下。欢迎拍玩狗的老人，其实他好害怕哦、喔。他还在抖吗？对啊，哎、欸，要不要吃甜甜圈？因为我平常我家都是不会出现人啊。你为什么要买甜甜圈？你就是不相信我们？我不是，我就觉得说你们不会带那个甜点，所以我帮你们买了甜点。而且你知道吗？两个花水。买啊！我回来了，我买了花水，我回来了。看我被骂了。现在有快要4000个人，今天都没有对象。你好过分哦！我们不孤单，你们跟我一样。今天如果他们没有约我，我也是在家里看他们直播而已。确定吗？确定的啊！哎，我最近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。我大学的女朋友，就是她不太会煮饭。要结婚了。但已经结婚完了，然后他有一次呢就煮饭给我吃，他妈就问我说你不多吃一点吗？我说没有，我吃饱了就意识到就好。好漂亮哦！哇哇哇！而且蛮香的，其实好香哦。哇，我的故事好像没有很重要，看那个鸡好了，我帮 take 那个鸡。哎、欸，我突然觉得蛮猛的哎。来体验这个吃东西，我不用工作吧？你刚才是不是先吃的？不用讲这个，没有。不用讲这些有的没。别讲这些有的没，不要拆穿我好不好？我觉得蛮正的，哎、欸，曹立宪试喝总可以吧？当然可以啊。虽然只会点泡泡，但我觉得蛮赞的。我想问一下，我们这样做效果吗？没有没有没有，还是要真实的反应。真的要真实的，真实要很真实吧？你那什么为难的脸？笑死。你要想，我们今天是温馨聚会，我今天超级温馨、啊。你最好是给我慎选你讲出来的话哦。可以吧？怎么样？还不错，但我们可以再把味道提升一点点。你是说太淡吗？明确一点，有点淡，因为这应该是浓汤吧。就是让它煮久一点。这可能要问我们刘主厨。我要拌它吗？我要拌它吗？其实就可以先拌。好肥！你看这一斤120多。你好肥！你才肥。你超肥的。超级大嘞！我帮他配合一下。超大条的。居然跟一个有洁癖的人成为了朋友，照理说有洁癖的人应该会受不了活动。因为你们两个感觉一开始不会成为朋友，真的吗？因为我们两个长相攻击性都有点强。他们一直说他们自己很漂亮啊。对啊，长太美了，不好意思。没有这样说啦。相处了之后才发现，其实我们两个个性好像有点像，就是会懒得理别人，而且是真的很懒得理。对，所以我就觉得，哎、欸，我喜欢这种懒得理别人的，有事再约就。对，就不会相处起来不会有太大的压力。然后，而且如果两个都很美的话，就不会有这个比较的问题。好，我懂这个其实我是懂的。其实就像我跟蔡哥一样，我们两个都蛮帅。哇，你是会煮菜的人耶！你都这样子倒吗？对啊。哇，那你是会打混的人耶。对啊。各位，现在由我掌镜哈，我会带给你们一个全新的体验。完蛋了，有大有小，没关系啊，没关系。我这个如果去上地狱厨房的节目，我就会立刻被赶出去，直接被骂。今天偷吃哦。OK。怎么会呢？怎么会呢？嗯。
我们在工作，我们摄影师好吗？等一下哦，肉丸还没好。各位有没有看到？看起来是非常好吃的，可惜你们吃不到，我就代替大家来帮大家吃了。你要洗碗吗？你要洗碗，等一下，我要洗碗。我这个信可以拔吗？大家一起见证这个奇迹，历史性的一刻。谢喽。突起五大奇迹，贝蒂没洗碗。好冰哦！我真的很懂你们，你这些宅男。谁拿我的 iPad 垫东西？我以为这是本书。我以为这是一本书啊。很温馨哦，各位！快点感谢我们，靠腰哦！怎么啦？没在干嘛？我在让大家看我们的薯块。蔡宜宏没来，真的可惜了。没有，他其实很想来了，他是很想來。但是真的刚好卡工作，没办法。真的好红哦，红到连圣诞节都没有空，都要工作。对。其实我觉得我们开的差不多了，因为我们刚刚手机电量也都差不多了，而且我们开始还没。没有吃吗？我们不是应该要边吃边聊八卦吗？怎么可以让他们听？啊，那没，至少吃一口给大家看一下吧。不用吧。要嘛，这一个完结吧。我不是怕手机，等一下突然没电，然后就断线，那我们就没有结尾，很好笑。那我们这边先跟大家做个结尾吧。祝大家圣诞节快乐！好，刘天焕你。平安夜快乐。好，那我们就一路开到缅甸。那你不用。啊，他们不屑我啦，赶快去我的首播，帮我看我的首播。没有，还有九点。怎么了？蔡宜宏说他到了。啊？真的假的？好猛啊！还好我们组的够多。蔡宜宏。蔡宜宏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子啊！团团圆圆了，今天团团圆圆了。大家不要怪罪蔡哥，他是从南部赶上来的。对，今天去高雄。哎、欸，你们这个有吓人哎、欸，这个整个完全用好。而且因为那时候我们在讨论的时候，我就说一定要有烤鸡。我们薯块加了番茄酱了。圣诞节就是一定要有烤鸡啊！我买了，太好适合你了。Yeah, OK， 一一九号说明天小梅要去约会，没有，我今天晚上就要去约会了。你赶快吃啊！你不要再赶快吃了，等一下就要走了。不是，他等一下可能也要吃，所以他现在不用吃太多了。其实大家都知道有约会君这个角色。对啊，我当然要跟大家老实讲啊，我都已经跟他们说我不会对他们说谎了。那所以约会君是，而且这样如果某一天如果真的要结婚的话，大家就会帮我。哎、欸，怎么突然间变约会君变结婚君？各位，他已经在跟你们预告了，死亡宣告。不会啦，我还是会继续开台的，各位，我还是会继续开的。那、啊、如果想跟你在一起怎么办？哦，我就不要啊。不是啊，交往这种事情本来就是要两情相悦的。大家感谢你们今天的收看，我们准备要关台了，因为大家的手机都要没电了。耶、yeah. ！谢谢三位今年的照顾。耶、yeah. ！谢谢三位，今年也多多指教。耶耶耶！好啦，那就祝大家圣诞节快乐喽！拜拜，该干嘛干嘛去，再见。拜拜拜拜。记得去看他们首播，那个十分钟，安安电视的频道，没事情的就赶快去看，坐着也可以刷个流量，对，刷个流量。